我决定去打这个COVID-19 的疫苗呢，因为是这个疫苗是有保护作用，目前来讲呢，我认为就是得了那个新冠的话，还没有药可以去医治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决定呢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所以我去决定去打这个疫苗。我打完这个针之后呢，会自己会觉得有一种起码安全一点，就是说，要是大家都打了针的话。那互相都有这个防疫的话，应该对我们的生活呢，就是能够恢复像以前，就是不是全部的话，起码是有一个安全感。